我是刚刚列车长，那2019年2月28号，瑞芳的龙站9:18，所拍摄是经由深澳线向巴斗子的世界人超客车，经由深澳线向巴斗子的世界人超客车，在瑞芳站，瑞芳站是停车，巴斗子，2019年2月28号，瑞芳站9:19拍摄，看一下什么后班车。4711次啊，经由深澳线开往巴斗子的世界人超客车，在瑞芳站停靠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大家拜拜。